那我们今天要进入了不透明。那不透明它基本上呢，跟透明最大差别就是反向思考。就是我们画透明的时候呢，是从浅的到深的。好，那画不透明的时候，就是纯然的反过来，从最暗的，从最深的开始，好，开始画。好，所以在画之前呢，必须先思考一下。思考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现在正在画的是什么样的眉材？那个眉材它属于什么性质、什么特质？好，本身眉材本身的特有性啊，比如说像色铅笔或者是透明水彩，就是透明性的。当然，就是从亮面画到暗面，一层一层的去堆叠出层次。那不透明的画呢，当然就有粉彩啊，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粉彩。那还有之后我们会画到的，就是不透明水彩，比较进阶的就是油画。那当然，为什么会说油画比较进阶呢？是因为它在眉材在物理上的繁复性相对的是多很多。好，那当然说以透明眉材来说呢，但透明水彩它的物理性变化也非常大，好，都是相对困难。今天呢，主要我们是切换到不透明，那切换到不透明的时候，同学就必须掌握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说的，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啊，不透明它因为是可以覆盖的，那所以我们要从暗的，然后慢慢画到亮的。好，你说。哎，那我不可以从亮的慢慢画到暗吗？倒是一个，应该说两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是暗的，你的亮它慢慢画到暗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暗不够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画的过程中，它去混杂到了亮面，哦，那它就会灰灰的，那你的暗就会相对的没有那么暗。第二个就是，其实我们去观察一下日常生活中，你看，比如说看书柜，或者是椅子脚的地方，那些都是暗面，对吧？那是暗面，但是那个暗，它有特别跑出来吗？好像没有诶，它好像是退到后面。所以当你用不透明去画的时候，因为眉材的特质关系，所以。你今天如果从亮画到暗的时候，它会导致一个现象，就是让那个暗跑出来，跑到前面来。好，那你说，哎，那透明的眉材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吗？哦，因为透明的眉材它不是属于覆盖性的，它是有点像是遮色片的概念，就是、透明的。哦，小时候我们都有做过花灯嘛，那花灯它不都是？最后，你不是都会包一个透明的玻璃纸之类的吗？哦，它有点像那概念，所以它再怎么堆叠，它不会特别去分前后关系。好，它是用色彩，它是用明暗，它是用色阶，好，去区分出所谓的前后关系。好，那当然我们在画透明的眉材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说，哦，我画暗的，就是真的画到很黑很暗。好，那其实相对的都太僵化了。好，那这样穿插讲，可能稍微有点复杂啊，哦。我们还是一样，简单一点。我们回到我们要进行的这个不透明。好，那不透明的话呢，一开始我先用色彩还原去。让大家熟悉了解一下啊，我就先选这一张作为示范，但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非得这么做，但是你如果要熟悉眉材的话，你可以从我们的云端里面去找之前你画过的你熟悉的，那你转换过来一下，用不同的逻辑去画它，好吧？好，试看看。好，开始呢，
我会先选择暗的深咖啡色，然后有深蓝色，我都先把色彩选出来。好，在此之前我是就是缺什么颜色我就去美术社买，缺什么颜色我就去美术社买，单支单支买。好，那用着用着发现，哦，这眉材好好用哦，对，很喜欢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画面里面有葡萄，有白色的，看起来很亮，基本上是白色，白色的瓶子。那有西洋梨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在画的时候，我会先选，好，选深色的，在画面里面，在我的工具材料里面，我就先把最暗的地方都配置出来。这个配置的时候呢，基本上，你要去观察一下最暗的地方有哪些地方，基本上它会是一个很平均的，很平均的去使用它，那我有用过颜色，我都把它放这样，那当然有些照得到，有些照不到，那接着呢，我会混色，那我会使用蓝色。但是我在画过程里面呢，我会稍微去控制力道，就是决定我要让它混色混多少。我可以混很多，我也可以混很少。我可以很大力，我可以很轻。好，那粉彩它的眉材特质呢，在于说，我今天在画它的时候，我很大力的时候，我会完全的把这个色彩覆盖住。我轻轻的话呢，我会把这个色彩混合。好，大家可以让大家看看。好，那在画的时候，基本上呢，暗面的地方呢，基本上就是你刚刚画过哪些。如果啦，你要混色。比如说就像我现在我要混色，那我刚刚画过的地方基本上我都会再画一次，以达到所谓的混色。好，那我在这边用给大家看好了，应该看得到咖啡色。好，我今天如果轻轻的混色，我今天如果大力一点，纯蓝的盖掉，好，这是差别啊。粉彩它有趣的地方在于说，你不一定要立刻变颜色，你不一定要立刻换色，你可以选择啊，慢慢的控制力道，然后去增加它色彩的层次跟变化。好，那刚刚最暗呢，我选了深咖啡色，然后还有蓝色。那蓝色通常呢，就是我会用到就 Ultramarine， 好，那它是相较于普鲁士蓝，它是比较深的。也是很重要的色彩啦，也是很重要的色彩。
就是很时常会用到的。好，那其他的，可带可不带，我们刚刚拿出来的，可以稍微带没关系。好，那我可能稍微把粉收集起来。啊，画粉彩它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画一画那个粉，我是用干性粉彩，所以它画一画它会有粉在上面。好，那你就把那些粉把它收集起来。好，会轻轻的去进行所谓的混色。那这次在画呢，这已经是我用的第三个颜色了。那这次在画，我画的范围会更少、更小，应该有看得出来。但有一些地方，因为它稍微没有那么深，所以我稍微补一些地方。好，这是我用的第三个色彩。好，那这两个我觉得就可以让它躺回去。两分用不到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接着我们以色阶来去判断的话，你会发现，葡萄在我们里面算是最暗的，所以接下来我会从红色的部分开始着手。那红色的部分呢，我可能选的就是基本上的，先选几个红，然后也会去混色，所以我必须借用，应该是普鲁士蓝，对，普鲁士蓝，要去混色。好，那我先一样，先选了普鲁士蓝，等一下进行混色。那普鲁士蓝呢，这算是第二阶，假如说刚刚那个最重的是第一阶第一层次，那现在就是第二阶。那第一阶跟第二阶的绘画差别在哪？差别在刚刚第一阶呢，都是画在同一个位置，接近了，不能说全部一样，差不多，大家都差不多。那第二阶呢，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画在它的旁边，画在你刚刚第一阶画的旁边。那说真的，画画本来就是很重感觉的，所以我当然可以画很快，我也可以慢慢的画，然后慢慢的解说。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都是你必须先一起操作，当你操作的时候，你会更加的熟悉。好，这是我刚用的第二阶。第二阶的色彩，第一阶突出一点，第二阶矮一截，好吧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但是说真的，颜色没有绝对啊，所以只有最暗的，我基本上我不会直接用黑色。好，那灰阶的部分我也不会用灰色，好，这是要记住的。这边呢，我用有点砖红色的去做混色，我跟刚刚的普鲁士蓝去混色。
那在画的过程里面，记得掌握力道哦，该轻该重，我们都要去控制。哦，刚如果那个头太接近画面，挡住画面，哦，还请多多包涵啊。我还好，那个头发剃掉，不会挡到太多画面。基本上呢，就是画在刚刚你刚刚画普鲁士蓝的附近。那你在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为什么夕阳梨我也画了？好，简单，为什么？因为同个色阶。同个色阶，以色阶来说，哦，他们是相当接近的，所以我就一起画，哦，我不会分开。好，第二阶，接着换比较亮的红，控制力道，去放在对的位置。对的色彩放在对的位置，你的画看起来就会很棒，感觉会非常非常的协调。就好像对的人，他去做适合他的事情。好，没有啊，有。突然之间有感而发。好，看我有时候我会故意大力一点，主要是要干嘛？去凸显跟加强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力一点，它就会把色彩覆盖掉，堆叠覆盖掉。好，画到这里呢，必须住手。为什么？因为再画下去呢，我们的葡萄已经要进入亮面了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啊，千万不行。好，所以这时候呢，要回过头来看一下，检查一下画面里面还有谁是暗面，谁还没有画。哦，那夕阳梨就是首要的通气犯。它的暗面都还没做，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会选绿色回来做夕阳梨的暗面。那当然，你这样看，你发现哇，我这样画上去，它很亮哎，怎么办？哦，没关系，因为等一下会混色。重要的是你的色阶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混色，把它衔接起来，这才最重要。好，至于说你在绘画过程里面，你想要带什么色彩，我觉得放宽心，随着你的感觉去画吧，遵照你自己的感觉，你自己想要用什么色彩去画它，你就用什么色彩去画它。好，那一样。来选不同的绿，我要混色，所以我就不需要去管它的这个绿比较深，主要是要混色。那我轻轻的带，它就会达到混色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在看我的画面，我去决定说，哦，比如说，夕阳梨。我想要给它混一点点
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红色。轻轻的哦。但是也不是只有这里啦，好，等一下还有其他地方，好，是用刚刚有的，刚刚有的，然后呢，在瓶子的部分，好，我用刚刚的绿，来做这里，好，当你画上去，好，色彩还原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当你画上去，你觉得？哎，好像没什么差哎。好，那你就成功了。你画上去，你觉得没有什么差别的话，那你就成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代表你画的色阶，好，非常非常的精准，那个位置。好，然后接着这里呢，我会等一下。先把它粉倒一下，好，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它的粉就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就要把它稍微清一下，好，这时候呢，我回过头来去看一下，我在夕阳梨上面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开始稍微补一些。灰的绿，好，这也是，这是算第三阶喽，灰的。那我可能会给它带一点点比较亮一点点的红，至少我先把我的夕阳梨的灰面做出来，应该说灰暗面啊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回过头来，葡萄。哦，这个颜色啊，葡萄，啊，这样接起来就很顺。应该还有在录影吧？有。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困难，你发现真的是一个，你只要色阶选对，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不需要思考、不需要烦恼的绘画方式，因为我只要画在它的旁边就好了。我刚刚是每当然每一个画的面积有不一样的，但是你会发现我就是。画它的周围，对，画它的周围，哦，这里可以顺便混色。接下来呢，
这时候呢，我会再回过头来去带西洋梨的部分。哦，那西洋梨它应该就是黄黄的嘛。说真的，其实我没有看图，我现在只能凭印象去想西洋梨长什么样子。那我开始让它转变到黄色。好，那你看啊，我在画的时候呢，我不会急着把它填满色彩，我会让色彩出现在对的位置。所谓对的位置就是色阶啦，你就色阶去看。好，轻轻的，这时候都是混色，所以我都轻轻的，我没有很大力。反正只要在它的灰阶。我们印黑白的嘛，所以你在它的灰阶里面，你看到了，那有一点点灰灰的都可以画。好，那先让它休息。啊，这时候呢，回过头来我去选，在葡萄的亮面，葡萄的亮面我可能选这个。带有白的，你可能没有这颜色，我记得我以前的60色也没有这颜色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用红色，你可以用红色去加白加黄，有时候我常讲的调色盘上面的色彩呢有限，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深池世界里面色彩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多元的。那这时候怎么办？我的调色盘上没有色彩，怎么办？用调的，把它调出来，把它混色混出来。所以买的少，我觉得好处是什么？你可以增加你混色的能力。买的多的呢，你就去判断你那么多复杂的色彩，你要放在哪。其实买的多没有比较好，我觉得色彩买的多没有比较好，我觉得相对的你要思考的层次又不一样。好，这里呢我会先轻轻的铺给它一层，这个以色阶来讲它就是灰的，但是我等一下会混色，这里也是稍微点缀勾勒一下，稍微混色。好，一样矮一阶，放在它旁边。这时候呢我会选，等一下用一下眼睛回来，我来选粉一点点的绿。这粉一点点的绿要干嘛？混色用的。这样就达到灰阶的混色，控制力道。快速概略的，一条一条的去把它的灰阶稍微分一下。
象梨，我给它一点点。好，把粉倒掉，粉太多。好，只要有灰的地方，我都可以给它。就像，哦，这里也是。局部的去带，它都要混色哦，你不能就直接这样。这边顺便，树枝，不是树枝啦，葡萄的枝，枝，葡萄枝，不是那个葡萄枝，啊，反正你们懂，我要说什么。好，接着呢，来，差不多要收尾了，好，接着呢，我会选粉红色，粉红色，奇怪。好，来，平常我是不会这样。好，那当然你会发现，你越画呢，你可画范围会越来越小，面积会越来越小。好嘞，西洋梨，它到底什么颜色？手机不在我身边，应该是黄黄绿绿的，所以我等一下给它黄黄绿绿的。好，我会混色，放心。记得粉太多就用掉。勾线，虽然说可能都没有勾到那条线，但是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是不需要，你不需要去逼自己去这样刻画它，不需要放宽心。我说的画画就是快乐就好，好放宽心。好，撞到，还是粉倒一倒，继续往前。轻轻的，轻轻的，混色。没什么好
没有。刚刚有没有讲？就是画画呢，就是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画错啊，就是没什么好害怕的，画错就画错，混色。话讲一半，吞回去，哎，终于体验到是什么感觉。好，继续。好嘞，接着呢，啊，太多粉了。啊，接着其实快要差不多了啦，啊，接着剩下就是我怎么样把亮面慢慢带出来。这里呢，我用的是黄色，但是并不是说哦，我最终的就是用黄色。你看黄色画上去，还是显得有点太颜色太过饱和。轻轻的、快速的、大概的画过去。哎呦，好不好？这发展成一个口诀。啊，开玩笑。接着呢，葡萄的亮面，稍微去混了黄色。哦，不要紧张哦，还没有。哎呦呦，黄色的，接着绿色，绕高的，把它补回去。红色，好，选这个好了，不要了，这个好了。红色回来，混色，混过去。等一下呢，等一下会更白哦。快！啊，就是因为为了讲解，真的是画的比较慢啊，但是画的慢也没有什么坏处啦。只是时间有限啊。慢慢的去做出两阶的位置。这里也是。给它铺给它，喂，太粗了，对吧？稍微用手用一下。你看，我目前用了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有没有？有7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是不是漏掉它？要再算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哦，难怪觉得画得那么累，我用了19个颜色，唉，很累。好，接着呢，来，我选了一个蓝色，啊，蓝色，
就以灰阶来讲，蓝啊、绿啊这种，我都觉得超好用的，因为它可以让它变灰灰的，然后不会太跳。你看我这样画上去，我那个黄色立马退下去。嗯，刚刚熊唱秋。哦，真的呢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画上去之后就退下去了。桌面可画可不画。好，来喽，来喽。轻轻的，轻轻的，轻轻给它带过去。还有，还有，刚刚的，刚刚的，暗的，红。轻轻的，轻轻的带回来，大概啊，啊，不用太担心，好吗？画在对的位置，哦，它就加强了，好吗？它只要去碰到画在对的位置，它就混成紫色哦，它就瞬间加强100倍。看到超级赛亚人呢，好，来来来，终于请出了白色啊！画粉彩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它笔头会脏脏的，笔头脏脏的怎么办？用手稍微推一下，把角胶清干净。画的时候用角胶去画。画的时候用角胶去画，来来来看一下最亮的怎么办？轻轻的，再大力一点，好，那个白就出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要超级大力的，啊，不要紧张哦。我想说，哦，那个白要求多哎。别怕，来，这里也可以给它一点点，这里也可以给它，要么那个白，给对位置，它就在凸起来的位置。好，画画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发现？通常啊，离我们近的，看起来反差最大。离我们近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凸起来，它在最前缘，它最靠近我们，所以这时候你去加强那些地方的时候，它会增强立体感。哦，这是美感，偷偷跟你讲。好嘞，稍微回来，用这个带有白的红。叫什么我也不知道，管他的。轻轻的，去跟我的白混色，让我的白不要这么的突兀。哦，你也知道突兀，我也知道啊，我自知之明啊。好啊，有自知之明的人是最好的。来，看一下，好，基本上这就是我们这张画，差不多完成了。这边就轻轻的，你觉得它太白，就轻轻的带一下。这边也是轻轻的带一下 ，OK。大功告成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啊，因为你录影片的时候没有同学在旁边问。好了，就这样喽。啊，每次都这样说，就这样的时候，通常都还是会再补个两三笔。啊，画画就是这样，画画就是，哎，我看感觉到了，感觉对了就停，感觉不对了我就会继续修。好，这里也是。你看我现在用了超级多的笔，但是会怎么样吗？不会怎么样，
反正材料买来就是要用，啊，买的就要用，对不对？如果买了不用，那不如不要买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这张就大功告成了。OK。你们看看，耳汤一下，这样，哦，看起来不错呢，不错吃，不错吃，好啦，就这样咯，拜拜。